挡住脸脸，因为他发脾气。然后我说给你拍照好不好，然后他就挡着脸脸。发脾气是不是？发脾气啊？发脾气啊？没事，妈妈跟你道歉好不好？妈妈跟你道歉，因为它脏脏，你可以，那你好好保管，那。Thank you. 哇哇哇！耶！哇！哦，你看看是什么？哇！要不要？要不要？不好吃了，放学。好了，放在这里吧。妈妈给你们拍张照好不好？ Yeah. 好不好？拍完就吃饭。耶、yeah. 哎，看不见脸脸了吧？对、啊。对，一看不见脸脸了，一二，那看不见脸脸了，一二啦。耶、yeah. ，好啦，吃饭吧，吃不吃东西？这是你的包包。嗯，谢谢。对，那是玩具，谢谢。宝喝上了，这个咩啊？乜美露啊？哈？美露啊？你要点翻几多啊？是，有，几大个？嗯，妈妈打针啊，行，你吃吧。呢个咪真系啲过嚟车啊？呢边可乐真系大份。俾新鲜啊！你家问我为什么这样大？今天六日。帮我查个包，盖子。好不好吃？胖胖，脆脆，切切呀！吃完包包再看，吃完包包，整个包包吃完。对啊，冰洋发财去了，对吧？嗯。干杯。你包包里面已经有了，妈妈那个没有。你要拿它，不能掉地上。你们都吃了。老爸帮你。Thank you.
疫情这个疫情。你手上拿着吧。拿好了吗？他平时干饭我都不见他这么大一口了。被搞死了。吃完这里还有苹果可以吃，好吃的。薯条你不能吃，妈妈吃。薯条不能吃。哎，吃完所有东西，妈妈给你一条。你先把包包吃完。不能啦，不可以啦。不能吃薯条。苹果，谢谢苹果。来来来。赖宝在很认真的，赖宝在很认真的啃吃他的苹果，因为我们说吃完包包，吃完苹果就给他一根薯条。嗯，你先吃完，嗯。快点，再吃一块给你。我答应了，他吃完这一块有一小根。答应了，妈妈答应了，是不是？妈妈答应了，妈妈给你一根，这一根行不行？好不好？要不要这个酱？要不要酱？妈妈帮你拿，妈妈帮你拿。嗯，妈妈摸一下，这一根行不行？哪一根？这一根啊？啊，好啦，拿。那就没有薯条吃了。没有薯条吃了。你咳嗽了吧？妈妈平时都给你吃的，但是你咳嗽，所以不能吃。你信守了承诺，这一根是你的。看他玩出什么花了。点干净。这样看上去怪可怜的，那个薯条比较存在感。小小一口先品尝一下，好吃吗？不吃了是吧？不吃了。我都预判了他会点单。再多一个，再多一个，来。好了，来，够了。你要玩这个吗？啊？不同？这个不同。这个。哪一个？妈，什么是狗？